场了。所以我相信这也是许若曦今天的目标啊！这个变化球掉得够犀利啊，让王一成挥了空棒哦，蹲在靠近外侧的位置，这个速球进来154，让江坤也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，连续三位打者都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，结果这个变速球掉中了张志豪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许志荣上一站呢也是有安打有打点，但这颗变速球还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啊。两好两坏，同样的变速球压在刚刚三振的许继宏的位置啊，让周思齐也中招了。球速对投手有利，这个速球进来让高宇杰回了一个空棒。在二局的下半，许若曦所拿到的三个出局数，同样全部都是靠了三振，可以抢下球速的领先了。两好一坏，速球这个位置够刁钻了，让苏伟达挥了空棒，忍住没有出棒。再来一个速球，打者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这个球再投，变速球收到了效果，张志豪挥棒落空，遭到三振。前三棒就也会加入到这个名单里头，而且今天在他完成投的工作之后，可能又有些记录要被他突破了。结义啊，但魏全球团确实也是慧眼识英雄啊，这个变化球进来，周志奇没有出棒，被拉掉了。今天的第11次三振。